好，1:47的时候，做了个梦。刚才做梦，我在奔跑的火车上，有个人好像送了东西，好像涉及到一件衣服，不知道我是这个还给他呢，还是穿在我身上，还是还给他呢？我不记得了。夜里做了个梦呢，已经不太记得了啊，好像是我在火车上。火车上呢，人家送了个东西给我，东西里边呢有一件衣服，这个衣服是我应该，还给那送给我的人呢，还是我身上脱一件衣服给那个人？反正涉及到一件衣服还与不还的事啊，我就不知道是什么啊，这个时候，我看到那个，住的小小雕像啊，雕像，雕像，哎。好像是小的啊，然后呢，看到这边呢有那个，吊塔，吊塔，然后这边都是黑乎乎的啊，都黑乎乎的，好像那个墙挡住了啊，这一片，黑乎全挡住了，因为昨天看过去的时候，那边光线很亮的啊，现在都黑掉了啊，那一片，那一片黑掉，都同是雕像有关的啊，都同雕像有关的。都是同雕像有关的啊，都是同雕像有关的啊，也就是说雕像上面呢不用额外做衣服了啊，雕像上面就不用额外做衣服了啊，雕像上面呢不需要额外做衣服啊，雕像上面呢不需要额外做衣服，涉及到谈到衣服的时候呢，一般来说说的什么事情呢，都是说那个雕像做好了啊，做完了啊。就是至少外壳做完了啊，外形做完了啊，因为那个昨天讲的那个变形金刚把那个一圈叠起来就可以了，一圈圈叠起来可以了啊，因为它做成一圈圈的啊，然后把它叠起来啊，叠起来，然后在结构里面把它连起来啊，结构里面连起来，里面连起来啊，是这样做法啊，这样做法，所以呢，这么说来，那个。那大结构已经搞完了啊，大结构已经搞完了啊，大结构已经搞完了啊，大结构已经搞完了。所以呢，谈到了那个衣服啊，说衣服的事情就是表示，大的结构已经搞完了啊，大的结构已经搞完了啊，大的结构已经搞完了啊，那大的结构已经搞完了啊，接下来里边也就涉及到一些安装设备什么之类的啊，这次要比原来那个快多了啊，因为原来涉及到穿好多电线什么之类的，都每个地方都要等，然后上次的穿的时候已经从地心当中穿过来了啊，已经连好了，已经连好了，所以好多事情上次已经做完了。另外呢，有的结构呢已经事先做好了拉过去啊，所以呢那不一样啊，所以不一样啊，这么大的不是说整个拿过去了啊，而是到了那边一个一个对的一圈一圈叠起来的啊。好，那明白了啊，明白了，今天是11月4号，已经结构上一个外形已经成了啊，外形已经成了啊，现在看过去是那边黑黑的啊，黑黑的就是，还看不出是一个大家的形象，但是那个位置全占了啊，那个位置全占了啊，好，那我就知道了啊，好，那就知道了，知道进展情况了，好，知道了啊，再见啊，再见。